好，身体，我们开始。屈膝下蹲，开左步，提右左膝关节，与肩同宽。我们先做三次调膝。手掌自小手腕自然的往外翻转，然后从两边慢慢的自然抬起过头顶，然后往下，从百会穴，然后身体的前面慢慢的和身体的感觉一起，松胯、松肩、松腕、松脚踝，一直到脚下，全身放松。好，最后一动，双手往前，抱气归丹田，然后自然放下。好，从头开始《易筋经》，第一式，委妥先除。好，我来给大家侧面做一次。转肩转一圈，好。